我们在那个驿站那边呢、啊，接受到一个任务，然后那个任务在这边，达拉姆大道的财宝，然后它里面就是有讲说，右桥之所架，寻川流之源，半夜黑空中，白瀑高挂天哦，这样子。讲，然后呢，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那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说，这边在这个驿站这边呢、啊，这边有一个桥，这个就是那个右桥，就是他说的这个右桥之所架，寻川流之源，所以右桥之所架。就在这边，你看，这个是哥哥桥，然后这个是弟弟桥，然后寻这个支援，然后到这边，哦，寻川流什么什么，寻川流支援，夜半什么什么，白瀑告挂天，这样，所以是右桥应该是在。在哪里？这边，右桥在这边，然后在这边，所以这个是哥哥桥，右桥是弟弟桥，然后就这样子，然后到这边就有个瀑布，所以我在这边钉个图钉，这样，所以我们就要到那个地方去找寻我们的白瀑高挂天哦，那边可能会有一个瀑布。所以应该在这附近。这边就有个瀑布。这边有克洛格的果实，我这边有宝藏吗？所以下面没有，我不知道上面会不会有。哎，好像找到了，这边。这边我们找到了宝藏，就是这个史拉姆大道的宝藏，右桥之所架，寻川流之源，夜黑半空中，白瀑高挂天，所以在这个瀑布的上面就有这个宝藏，帅、欸，you
太棒了。哇，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。还有这个士兵之枪啊，来看有什么烂武器把它丢掉。我来丢这个。这个好了。哎，这边看脚下还有东西耶，再把它炸掉。这边还有其他的宝箱，哦，火焰剑。那我就把这个酒的丢掉好了，来个火焰剑。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这个什么史拉姆大道的宝藏，史拉姆达大道的宝藏，这样子。